は取りやめだ。一個分隊を残して監視を続けろ。はい。奇怪，敌人撤了。敌人撤了，敌人撤了。患者に伝えて、気を落ち着けてイライラせず時間通りに薬を飲めと。はい。どうぞ。おう、武田。おう、高橋君、何か御用かな。いや、俺はもうすぐ前線任務になる。その前に君に検査してもらおうと思って。最近喉に綿が詰まったようで、肺が破裂しそうなんだ。ああ、本当に前線に行くのか。ああ、見たところ再検査は必要ないと思うが。あ、遅かれ早かれ皆の世に行かねばならん。天国に行くにせよ、貴様を道連れにするぞ。寂しくならんようにな。高橋君、その冗談は縁起が悪いぞ。そうだな、レントゲンで肺の悪化がどれぐらい進んでいるのかを見てみてはどうかね。ああ、よろしく頼む。カバン、ここに置かせてくれ。君、彼を案内して。现在屋子外面到处都是日本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冲进来。不过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这一出现，日本人就会接着出现？除非有人
给日本人通风报信。可是谁能知道我在这儿呢？你怀疑武田军医官？除了他，谁又知道我在这儿？一定是他。在呢，在呢，老大，老大，小点声，我又没死。好酒啊，喝两盅。行啊，老刘。哎，你现在不是应该在东亚大旅社帮我盯着呢吗？放心吧，老大，我老在那守着，人家难免问东问西，我把手下兄弟排了班，轮流去，这样就不会起疑心了。我让你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呀，你让我打听那些人全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咱们的人不是卖菜的就是修鞋的，要打听这些事儿真是太费周折了。我让手下的人先慢慢打听着。那你继续给我盯紧了。好，知道。好，走吧。哎哎，老大，门还拿连拉着，要什么宝贝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走，哎，走啊！好好好，门关上。哎，好好的。今天兄弟所讲的题目是国民政府完都的重大使命。为什么要完都呢？最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看出来，从前国人照国地来做和平运动，现在统一起来做和平。哎，そうだ。貴様は捕獲捜査を臨時的に取りやめたと聞いたが。ああ。自分の目的は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ことです。貴様が臨時で命令を変更してくれて助かった。私は偽の書類を作ってわざと武田に見せた。もしあの女数万人が死ぬか失踪したら、武田の容疑は明確だ。その時は奴を捕獲する。数万人とはあの女医のことですか？あの女だ。
傷19名、死亡6名、そのうち1名は少尉です。爆弾はどっから来たんだ？犯人は何者だ？まだ不明です。爆弾の出どこが肝心だ。すぐに調べろ。はい、必ず暗殺者を捕まえます。何度も貴様に警告したはずだぞ、このデクロボめ。おい、一体何してるんだ。俺が言ったことが分かってないのか。早く行って探せ。秦斯在这喝酒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日本人肯定会找上门来，你赶紧去躲一躲，走走走走走。躲什么躲？你总坛主，我一坛主的。我告诉你啊，一会儿等我喝完酒，我就到运输贸易公司弄到枪之后，我再离开汉口。那你答应我，一旦弄到枪，马上离开汉口。行了，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张爷，哎，我说，张爷，日本人来了，在码头等着呢，叫你马上过去。好，你先去应付一下。哎，给，这是河里运输贸易公司的地址，你马上去躲一躲，晚上我去找你。放心吧。哎呀，别喝了，那我先走了。在那边。哎，好。哎呀，让太君久等了。哦，我是这儿的负责人，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叫张高耀。啊，我。你就是张高耀啊？是。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听说
你想跟我们皇军合作？啊，对对对，我一直想给皇军办事儿。那我想问你，今天在汉口街发生的爆炸事件，你应该知道吧？哦，听说了。知道是谁干的吗？啊，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啊。那有人会让你知道的。喂，子供を連れてこい。小宝，小宝，小宝，永夜休息，你要干什么？这个孩子会帮我，让你告诉我是谁干的。永夜休息，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你抓我儿子干什么？你放了我儿子？你要干什么？小宝宝啊，请你帮帮叔叔吧，让你爸爸告诉我是谁干的。你要干什么？你想起来了吗？累了一天了，泡个澡去。走，哎，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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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爷爷，什么人？什么人？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老子是中国人。我问你，枪藏在什么地方？你要钱，我可以统统的给你。少给老子装糊涂！枪藏在什么地方？这枪是美国人的礼品，杀不死人。杀不了人吗？我知道地方，我知道地方，我带你去，我带你去，我带你去。闭嘴！起来。大哥，我求求你放了我好不好？我可以揍你，大哥！大哥，你放了我吧！放开！放开！大哥，大哥，你放了我吧！大哥，你放了我吧！你是什么人？是不是中国人？是。记住，你是中国女人，不要给日本人做女人，知道吗？说一遍。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女人。走吧。谢大哥，谢大哥。銃が暴発を。バカ野郎、こんな時に撃ち上がって。
愣着干什么？快点进去！我去，我去。这帮小日本，老犊子！兄弟，你下来吧，跟日本人谈谈，兴许还能留条活命。兄弟，人活着总比死了好吧？你滚蛋！谁是你兄弟啊？啊！我告诉你，你就是日本人的走狗，你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兄弟，大哥对不起你，是我把日本人领来找你的。可是大哥没办法呀，你也知道，大哥是老来得子，我的儿子是我的心头肉啊。可是日本人他们拿我的儿子做人质，我是没办法。兄弟，听哥一句话好吗？你下来吧。你给老子闭嘴！谁能没有老婆孩子？我也有，有就给日本人当走狗吗？啊！记住，你骨子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兄弟，大哥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是条汉子，可是大哥怕失去你这个兄弟呀，你知道吗？你要是真把我当兄弟，你就进来，拿上枪，跟我一起打他娘的小鬼子。接下来开始，有点
撃部隊準備、行き取りにしろ。はい。第一部隊。何いるんだ。私もわかりません。か、はい。
松山！戦闘を続けていったら我が軍は全滅します。撤退しましょう。ここに留まれ。すぐに援軍を要請しろ。
写着杀机步步逼近，浩然正气在胸膛中轰鸣，我已将豪情为家国燃起，战火烧不散铁骨的钢筋，枪炮打不断人间正义，清洗着家乡，眼望着